半神半性亦半神，转路转道是转天，脑中尽数众万贯，将阿文武半边天啦、啊！看到阿大鼻兄吼。咱林乡长的这努力之下吼，真济咱的这个庙宇吼，而且个武馆吼，啊，加咱的这个吼，整个顶头吼，拢总出来个这些联谊赛，啊，这嘛是咱这个宗教大馆本身的这个特色啦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希望吼，咱这个啊，整个这武术啦吼，啊，也是咱的这个顶头吼，啊，拢总会当传承落去吼，保持咱吼地方的这个啊宗教文化的这个特色吼，啊，所以今仔阮特别来参与，啊嘛希望以后吼，不只是咱大鼻乡啦吼，甚至整个分林关所有。庙宇所有顶头所有武馆，拢总会当吼啊扮演啊啊真好的这个角色，甲咱的这個武术啊顶头吼，会当传承延续下去，甚至能够发扬光大。长久来啦吼，我发觉着吼，阮大比咧吼，这个真正讲的吼，做高手伫民间啦吼，一挂吼老师傅吼，因这拳头吼这姿势拢非常非常的正水安的啦吼，啊为着吼要来传承着这个吼这个文化咧，啊所以我来办这个活动咧。哦，看会当哦，从这个哦文化咧，哦加延续落去，哦阮大比咧，哦不管哦做文武哦两全的这个乡镇的呢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那云林县我们在大鼻乡这个透过啊、就是正头的这个艺术表演活动非常的不一样，那也希望就是说劳动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出来，透过这个武术的运动，哦可以强身。